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我们享受到了比南半球多两倍的阳光，也是白昼最长的一天。其实不是夏天到了，而是夏天到了极致。这一天的风会特别炙热，蝉鸣会特别悦耳，这一天的西瓜会特别甘甜，烦恼也会烟消云散。夏日绵长，万物到了极致，美好也会如约而至。